来，欢迎光临这边坐。郑小姐嘛，怎么样？这件很开运哦。老师，这个开运假睫毛真的很开运呢。老师，是这样子的啦，今年我要主持金钟奖。什么奖？金钟啊？金钟奖啊？来，抽这个，如日中天，万众显意的，介绍给你。闭上眼睛，想象你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在想象台下坐满观众的时候，最后在想象你手中握着40公分金钟的时候，来，抽下去。这不给呢？到处就有人感应啊！你看那个什么唐启阳老师。都会吃，都懂吃，吃到被你哭死。会吃才能接通。欢迎插播最紧张时间，第51届金钟奖可以说是非常残忍。为了争夺奖道，不止同居自相残杀，甚至还有自己杀自己的恶心行为，令人发指。现在马上来关心连环命案的最新现场状况。队长。现在凶手挑衅意味越来越浓厚了，死者的下半身到现在都还没找到。谁？阿祖兄，哎呀，未醒啦！阿妈，哎呀，我知啊，我吧。终于可以不用再为金钟奖减肥了。这家猪脚真的好好吃哦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。おいしいね。啊啊，皆さん、乾杯。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ロース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喂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可以抢走我的客人？你凭什么这家店可以归你管？凭什么整间店只有他有电风扇可以吹？哎，人家是国师哎，你觉得呢，陈嘉玲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你看不出来我现在压力很大吗？我怕他。嘉玲啊，妈妈跟你说哦，我们入围啊，就是肯定。而且你还双胞胎呢，来啦，放轻松啦，喝茶喝茶。你阿只茶冻好哩冇？温度嘛改咩？俩系唔是天然的浓茶，冻多年散漫的新果，俩只温度。敬重郑小姐，郑小姐，郑小姐，记得呢，今年金钟奖的5个重点呢，首先要拥有逆极般的魄力，同时也要有华灯的优雅，也不能忘了茶经的精灵，当然也要淑女的洒脱，最后更要拥抱苏卡罗的豆眼。让我们来欢迎最先最有气质的第57届电视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主持人郑宝仪。
这里是第57届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的现场，我是今天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曾宝仪，大家好。我同时也是昨天没有得奖的主持人曾宝仪。